最近过年大鱼大肉吃得多，看了那个肉嘎嘎，老婆就开始昏了。今天准备整个青菜豆腐汤给自己刮下油，先来洗一把手，把这片片高的这个泥巴洗得差不多了啊。起锅烧水，水烧开了，先把片片弄下来煮豆。菜刚刚下下去，赶快把这豆腐打成片片，一个放下去。锅头等它煮到，我们把蒜、葱、葱、小米椒这些切一下，简单对个蘸料。盐放一半手，醋放一半手。豆腐青菜已经煮好，开吃。这东西刮油啊，真的是一绝。嗯，哇，爽。味道非常不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。其实真的没啥总结的，如果这道菜有点做失败啊，真的有点臊皮哦。